翻糖式蛋糕界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技术，超强的塑形力可以制作出各种造型。美轮美奂的翻糖蛋糕不仅让人赏心悦目，而且仿真度极高，甚至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翻糖蛋糕看似是新兴手技术，其实早在16世纪的英国皇室婚礼上就出现了翻糖艺术蛋糕。翻糖蛋糕的做法、技巧和花费的心思要比普通的蛋糕更复杂，但呈现的效果也要美上好多倍。普通的蛋糕用奶油来塑形，而翻糖蛋糕全靠糖皮来塑形。糖皮主要由葡萄糖浆、白巧克力、糖粉和丁吉利片组成，加入不同颜色的色浆，可以精准地制作造型的不同部位。糖皮的延展性非常好，所以可以像塑胶粘土一样被做成各种形状，干了之后会变硬，可以成为蛋糕的保护层，就算暴露在空气中一整天也丝毫没有影响，所以非常适合婚礼这样的大型活动，而普通蛋糕则完全没办法做到。